台北电影节大使身份的王静，特别趁着工作空档跑到意大利罗马度假，好好的放松心情。而之前大方认爱的他，经常会在网上和曹佑宁发出同个地方的照片，低调放闪，也成为不少人最爱的神仙情侣档。而这一次，当他晒出自己在罗马享受假期的照片，也让不少网友们开始期待曹佑宁是不是也有童心。果然没多久，他就晒出现身罗马照片，并拿着啤酒开心的微笑，同时还在内文写下好喝的比尔。而照片在网上曝光后，网友们也纷纷兴奋直呼小情侣又一起出去玩了，也开始期待这一次两人会再用什么照片来放闪呢。Bye.